大家好，我是陈依林。咁讲起身体检查同埋健康咧，其实我不嬲都系对于健康系一窍不通嘅。咁我系一个非常之唔健康嘅人啦，我中意食垃圾食物啦，同埋我中意夜瞓啦。咁其实我嘅身体都已经响起咗警号啦，成日都会有少少敏感啊，或者系精神唔好嘅情况。但系咧，我谂经过今日嘅拼搏之后咧，我就会更加咁样注意自己嘅身体健康啦，同埋定期做身体检查。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留意自己嘅身体啦。咁其实啱咧，我就啱啱完咗一个音乐剧啦，咁非常之开心，亦都非常之好玩，获益都良多嘅。咁希望之后咧，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我下个月啦，或者之后啦，好快就会推出一只全新嘅歌曲啦。咁希望大家都会继续留意我啦。咁年尾嘅颁奖礼咧，我自己就唔算好有信心啦，但都抱住希望啦，因为今年竞争都激烈，同埋都有好多好好嘅新人歌手。咁我就抱着个希望啦，同埋抱住乐观嘅心面对。多谢。